哎，美女，你好，那个厕所在哪儿呢？哟，这不是有理吗？三年不见，这是得啥病了呀？感觉很难受的样子吗？得什么病啊？得病？我找厕所呢，找不见厕所啊？找厕所啊？哎，听说你这几年过得不错吧？找了个80多岁的老太太。哦，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哎呀，然后过了一年，你就把他给送走了，到西天去了。哎呦，你别提这个了，那提那个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我觉得你这人挺伟大的。你就说这附近厕所在哪儿啊？哎，我先问你啊，以后还想找个啥样的？还找什么样的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是不是还想找个80多岁的老太太啊？找我什么80？那你难道想找个90的？之后过一年再送走一个呗。我送走人家干啥呀？你就告诉我厕所在哪儿吧，我快憋不住了。你找厕所啊？你能不能快点告诉我呀？厕所啊？你咋这么磨叽呢？算了，我不问你了。哎哎，别走啊！嗯、哎。这人咋这么没素质呢？哎呦，大哥大姐、大嫂、大妹子，行行好吧，给点钱吧，我都吃不起东西了。胳膊还少了一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来人啊，给我点钱吧！哎呦，这喊了大半天，一个人都没有啊！哎，算了，还是睡一会儿吧。哎呦，怎么还没有钱呢？算了，再睡会儿吧。哎，这是把5块钱扔到这里面了，这明明写的是5毛到1块，这谁干的？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这么久了，就收了5块钱，这也太惨淡了吧！哎，行行好吧，饿了好几天了。啊，这人咋这么可怜呢？胳膊都没有了。来人啊，行行好吧，给点钱吧，钱包和证件都丢了，行行好吧。哦，哎呦，小伙子，你咋这么可怜呢？对呀，你看我都没钱回家了。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呀？说来话长啊，我被传销的给骗了。你咋还进传销里了呢？那不是被人给骗了吗？我的胳膊都被打断了。哦，这也太可怜了吧。啊，大姐，你行行好呗，可怜可怜我这个流落他乡的小伙子呗。也是啊。行吧，那我给你意思意思，你也别嫌少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写的是5毛到1块扔到这里面，5块到100块扔到这里面，你咋不看就扔呢？那我重新扔一下吧。要不你再扔一次呗。哦，行吧，看你这么可怜。嘿嘿。哦，大姐，再给点呗。你看，你不城里人那么有钱，也不差这400-500的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哦，哎呦，你看我多可怜啊，钱也没有，还就剩一只胳膊了。这我胳膊都断了呀，我命苦啊。
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再给你一张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再给点呗。你也不差这100-200的嘛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干嘛呢？我这不是在问你要钱的吗？没有梦想的乞丐不是好乞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听什么听？不听。我一个人从农村来，什么都不容易，还被人打断了胳膊，你说我可怎么办嘛？哎，你想干嘛？你还想抢我钱啊？嗯，不是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一天收入多少钱。哪有多少钱啊？就那么点钱，都不够我回家路费的。等会儿你告诉我，你家在哪？我家就在那个大山沟沟里面呢。就你那帽子里的钱，坐飞机都够了吧？你咋还能回不去呢？不行啊，飞机够不着，火车怕把我拉跑了，高铁还不知道是啥，我只能坐拖拉机回去。哦，你这样，你把那钱给我，我给你送回去。不用不用。哎，你把你的钱都给我就行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还抢啊？嘿嘿嘿嘿，谢谢你啊，大姐。哎呀妈呀，遇到好人了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。别人都说城里人抠，我这一看大姐，你就是不抠的，这么大方。嘿嘿，谢谢啊。哪有你这样聊天的？算了，都给你吧，看你也挺可怜的。哦，大姐，慢走不送啊。这么多钱为了狗啊？慢走啊！哎呀，我要看看今天赚了多少钱。100, 200, 300, 400, 500, 600, 700, 800, 900, 1000。哈哈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一个月不得赚好几万啊！哎，现在的傻子挣多呀，真好骗呀！哈哈。啊，你说现在的人没事爱在车上装个什么行车记录仪，我真的好几次了，一分钱都没有讹上，我还去医院倒贴了好几回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恐怕碰瓷得碰到倾家荡产了。哎呀，以后我得看准盯稳了再碰。就你了，像撞人了，疼死了！什么玩意儿？哪发出来的声音？难道是我幻听了？哎呦，撞人了！哎呦，后腿啊！我的胳膊，我的腿，我的屁股，我的嘴！哎呦！鬼啊！有鬼啊！什么鬼呀、啊？这大半天哪有鬼呀、啊？我是人。你是人，你趴到我车底下干嘛？谁趴到你车底下了？是你把我撞了。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？我车动都没动，怎么可能撞倒你的？那我不管，我在你的车底下，只能是你撞到的我。哈，我知道了。原来你是碰瓷儿来的呀？什么碰瓷儿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就不怕我报警啊？报警？嘿嘿，你车里面没有行车记录仪，警察来了，谁能说得清楚？哎呀，你的工作做得够仔细的，这都已经摸清楚了。那是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哼哼，你就说想不想和平解决这个事儿了？当然，能和平解决最好。你看啊，我要是去医院呢，我就得全方位、全器官的做个检查，既花时间又花钱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也耗不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直接说重点啊。咱们俩不要惹那么麻烦啊，我也不浪费你的时间，你把我上医院的钱给我就行了，我自己去医院看病，你走你的就行了。哦，那你想要多少钱呀？
哎呀，现在看病贵呀，这全身检查下来不得个两三万啊。哇，两三万啊，钱倒是多。不多，那你赶紧给钱啊。嗯，这样啊，这事儿呢也挺大的，我得跟家人商量商量，你等我打个电话啊。那你快点的，我还等着呢。嗯，喂，爸，啊，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。啊，你给我准备好50万块钱。哇，这么多钱！啊，我一会儿啊要撞死个人。你电话里说的什么意思？什么撞死人啊？哎，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觉得呀，两三万实在是太少了，那哪能够呢？我给你50万好了。不过你这命嘛，就我不要那么多，我两三万就够了。还想要两三万啊？别呀，50万那可是两三万的好几十倍呢，都给你啊。我，哎，我突然好了，哎呦我的妈，我俩都死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是我有事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别走呀，小样，敢在我这儿碰瓷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那跑慢点，腿给你细。